你们拍起来，你看，给那个新民呢，还是晚报呢？当成是读者报道啊，读者报道的话，搞不好呢，还会赢得一架 iPhone 哦。对呀、啊，赶快看正面，对，赶快把它拍下来，然后魔鬼都是新民报还是晚报？可是我想要看你的真面目哎。你们讲我下面好热。什么？你下面好热？我里面也是好热。哦，里面好热。我下面也挡挡的。下面为什么会挡挡？我里面没有穿的，你不要脱我的衣服。你要脱你就脱吧。哇，真的很辛苦，你们那么辛苦，至于把你的面具给各位观众看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们真的很辛苦哎，真的吗？多辛苦。对，真的是辛苦，要变上你的真面目。爱款，然后跨头好不好？哇。哇，你们看到眼不眨睛啊，哦，就很厉害了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你们落力的演出，谢谢。真的，我很欣赏盛文他们这一组人的表演，因为他们每次台上三分钟，台下都准备了30年的功。对，他们在后台真的，你看我们新加坡36度、37度天气那么热，他们还在后台这样子在那 stand by 那边等，真的很棒，我很欣赏他们。所以